小时候能有多好玩？爸爸，要来焖烤肠。炒炒炒怎么还不来哦？来啦，我来啦。集合完毕，今天我们去逛公园。第一站画雕塑娃娃。哇，我要这个流氓车。我要这个，我选这个。哇，泡泡，你画的好有天赋啊！你这是什么？你猜。你这是多拉流氓兔。第二站，双贴胶画。哇，你画的好好看啊！当然了，今天三八妇女节，我做好了要送给我妈妈。那好啦，咱们去烤干吧。啊！哇哇，期待。三站烧画。不是像你这样子弄的，要像这样子一格一格的撕，然后把你的颜色撒在上面，把多余的抖掉。啊，哦，泡泡，你这头发还是渐变色的哎。对呀，啊，你们可以吗？你们还有沙吗？可以借一点给我吗？啊，借一点，这个沙子每次都只给一点，真抠。